四十外档。你来遮四十外档。我报二五啦。啊？我报关啦，以后都二五啦。你用过二万几新鲜大一针啦。哦。啊，来遮来四十外里啊。哦，安尼。啊，遐是个遐一个牧场咧，畜产场啊。哦。你旁边遐是个畜产场。好好好，你是两家地，两家地拢是你的。哎，啊，就予只子孙去做啊，经营啦。好。哎呀，莫安尼，予只孙啊，吼，安尼出外吼，也要赚有钱啊，赚无钱安尼。啊，咱家己的土地，就看咱要来做啥安尼。哦，来做水产啊，是要讲畜产拢好安尼。啊，认真去经营，安尼才会成功。啊，那。你若吼，伊若无要认真哦，会成功。你搁放较济嘛无效。甲你讲，你四十来遮四十几年，甲你三十几岁就来哦。哎哎哎。甲你三十几年就来，迄做做迄个，叫啥物？做水产哦。养鳗鱼下。遐啦，看到做水产啦，要往畜牧啦。吼。啊，迄阵哦，迄阵这个李定辉做省主席来遮看看咧吼。嘿。那这个时阵呐，海水呐淹起来吼，啊，这个土地拢这个水啊。这条路，我停车五环的土，我这所有的土啦，从这条路通五环起来，五小环起来，只好大人啊。我今麦干嘛？今麦未啊？即马袂有水嘛？即马都咱天管起来啊！哦，天老天管起来，好好，袂起来啊！哦，安尼，隔离三十几，来四十几档，就养迄个鳗鱼。哎，他放五个鱼，啊，五个鱼七十八条，车台八卖一公斤四十八块五十。还是不吃了，阿伯，那位这经理家的放馍啊，这经理家放馍啊，嘿嘿嘿，阿馍放饭，这馍在起去，这无放，啊，就那变做养鱼，安尼，哎，养鱼养了就一两年啊，哈哈。讲你当阵迄个养鳗鱼的时阵，拢挂金条？无啦，嘛少。嘛少。一公斤百外块。饲包饲了四五百，袂好啦，无趁钱啊，无趁钱，唔再讲阿卖吧，我明仔要搁起价。啊，本钱贵吼，啊本钱搁重。好。咱这算讲吼，咱这活动的啦，啊，咱若卖放啊，无要紧啦，卖含人去啊，咱就卖放。啊，咱家己来放虾啊，放草鱼嘛好，啊白鱼嘛好，安尼，哦，这咱较自由性啦。啊，咱若放，咱若放吼，安尼。安尼，最咱这产品出去要防恶露，吼，安尼才有效。啊，那要讲咱这物件呐，放出人消费者呐，无甲认定，迄也无效。哦。啊，无啦，阮丽江呢，六千就卖了，阮这个算讲加一关计价啊，阮这个落去就加一关啊，分两关上山尾啊，嘿啦，啊无啦，无影响。你讲无影响，我看迄个风沙足大的，拢看袂过去啊。哦，迄是熟在遮落水溪边啦。迄厝迄个若像即个风咧头吼，啊前面落水溪啊落水溪，迄个说迄个大沙敢甲伊滚起来，安尼风飞沙遐。
差不多几吨啦，几吨白条遐啦，分分遐卡，那红白山较济啦。阮这来这拢靠树木，树木阻碍的吼，较无法度啊。正遮咱正山尾啊，离遮远啊。哦，所以你讲这是红白山，唔是迄、那个。化工厂的迄个烟哦、喔。啊，烟也较无啊厉害啦。啊，伊迄烟厂的烟也较无，也无啊厉害。无来到遮。无来到遮。甲这风吹沙是倒一年才开始有风吹沙。这五六冬来啦。哈？五六冬来，因为迄个落水溪的，迄水源较深吼、喔。啊，因只。淹到遮，迄款大沙淹袂到，唔只会大沙，唔只会飞起来。哦，这五六年、五六冬才开始有风吹沙。